要去拿你的东西啊。我的什么东西？你不是想要示范吗？我真的从小就是腿很均匀啊。因为你的腿有没有比莫文蔚还长啊？我感觉好像差不多差不多。而且我觉得你有跟他私底下很厉害，是你这边都是直的。对，我当然是直状，你从大腿接到小腿，等于这里是歪的。不是，有一种像我就有，我就是这样啊，那会有马鞍肉，马鞍肉，就是那个胆经的地方会凸出来，配枪啊，对，或者是小腿肚的。我刚刚录影前哦，跟别人哥在那边聊天，然后就是别人哥说他最喜欢的女生的腿就是像欣美姐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怎么说？大腿根部也是窄的。对啊。好，我觉得一年纪越来越大呢，我要怎么样维持腿？我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我因为年纪越来越大，我的腿会萎缩，没有肌力。嗯。肌少症。肌少症这个是很重要，也是现代人年不是只有老50岁以上的开始流失，现在年纪有越来越下降年轻的趋势，因为大家通常呢不是可以坐就坐就不站了，然后可以躺就不坐，变成这样。所以好，那我也是有这样的毛病，怎么办呢？我就利用我在坐跟躺的时候做一些动作，比如说这样子。就是比起来立起头，五是开着，不是这样子的。五是开的，小指头张开，对对对，像穿五指袜一样。对对对对对，按赞按个赞这样之类的，然后就这样勾起来这样子，就是趴着，然后你就可以吃零食啊，然后看电视啊。哎呀，怎么那个死女主角那个婊子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你就会慢慢的，就是看电视融入了剧情以后，你就会越来越开。对哦，因为你focus 一直在这里，你就会很痛，好紧好紧好痛好痛。不需要，你就是看个电视，然后好，那就是坐着嘛，然后再就躺着，这里是床头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枕头。那我们就要往下睡，就是把脚通出啊，透出去你的床，悬空，悬空这样，悬空。膝盖不要掉下去，膝盖要的，然后就我每天呢睡醒的，醒来的第一件事情，我就会这样转，转脚踝，转大概30-40下吧，然后再逆过来转，你就会发现好麻好麻，好像触电的，我没有骗你，然后尽量的动作越慢越好，就是不要急，就是做任何动作越慢越好。对，然后呢，还有也是就是青蛙腿，我很喜欢做。啊，脚板护腿，这样好吗？对，这样好吗？这也在拉那个，对，也是。然后尽量的让你的膝盖可以贴到你的床。哦，所以这个在床上。软的也可以，可以。对，可是那要躺着可以吗？老师，坐着拉有什么不一样？躺着的话，我们的背部会有一个床的支撑，你反而不会刻意的去拱背。因为髋关节如果太紧的话，这个动作如果你坐着做的话，反而会不自觉的就拱背了。但是躺着，你的身体可以更加放松，而且不会拱背，而且随时你睡前跟我们在起床之后都可以做，超方便的。可以吧，老师？可以，非常棒。那坐在沙发上看追剧也是一样啊。啊，你是沙发垫，你是沙发的靠着那个嘛，我就会靠在沙发旁边，我也是这样啊。然后也是会这样，也是我做任何动作都是这个伸展，这个是勾脚，勾起来是不是？刚看到这里，我不喜欢这样子，因为这样子我拉不到我所有的筋，哦，就送了，是不是很辛苦？大腿前侧推向大腿后侧，然后保持住，再来轻轻的勾脚，重点就都带到了。哦，你们一定要试这个动作，超爽，对，就你整个从该逼的那个筋是那个这样拉上去。好舒服哦，啊，你就可以一边你知道看电视啊，然后就坐在那边就这样，啊没有人帮你拉，你就自己拉嘛，对不对？就自己慢慢的拉，很爽，就一天大概我告诉你啦，一天大概2分钟，对，然后就换过来另外一边，然后再拉，可以吗，老师？非常棒，超棒。谢谢。可是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今年最新的穿搭趋势啊。哇，这什么 APP 啊，这么多影片可以看？你居然不知道？因为我最大的 APP 推出最新功能，帮你们精选最实用的短影片，不管是时尚趋势、娱乐生活，甚至连星座分析影片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哦。哇，
那我赶快下载。来，这个。好，这个吗？对，女人我最大。OK OK OK， 所以哦。